受到日本画界推崇，今年高龄90岁知名水彩画家林英哲受到邀请，回来高雄博物馆美术馆开画展。林英哲75岁退休了后，才开始做画，以写实水彩方式来创作作品，是充满了台湾乡土的风情，吸引真侪艺术界人士前往参观。我是75岁退休了才开始画图，因为伫迄个以前哦，无时间通画，做事也无时间。所以画图是我的兴趣，分唔到，但是就无时间。到75岁开始，才是讲来画一个纪念啊，才对咱这个嘉南地区才的这个囡仔时代的回忆来画起啊。林英哲讲，真欢喜回来故乡，用画和乡亲来见面，无拢要社会老时代的拍拼。少年人就无法度享受现代科技的世界，伊就是用爱的心情，把早年农村的景象画出来做纪念，和大家回忆细汉时阵的成长环境。老师到75岁以后，他画，而且做的是非常精细的工笔哈，我感觉真不简单，因为这个东西需要眼力，需要体力哈，而且用色非常的大胆，而且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构图跟明暗呐、都抓得非常的精准，所以我感觉非常不容易。所以博物馆我想。老师即马住伫桃园，特别倒来破处展览，所以咱海区的乡亲时代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来美女美术馆，来看老师把我们带回去过去的时光隧道，所看到的物件，带囡仔来上好，也可以让小孩子做一次过去台湾成长的乡土教育。馆长王章良指出，林英哲的话有真侪是早年破处人的生活记忆，真感谢林英哲甲破处人带回以前的时阵。回忆早年的成长环境，这是上真实的乡土教育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